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就大大方方出去，让那些男人们看看吧。接下来的茶龙药师，这哪家的漂亮姑娘，亭亭玉立的站在那边。我要你好好看朱瑾的脸，她到底漂不漂亮？挺漂亮的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已经遇到了我的梦中之人。哎，就在我想死的时候，金家救了我。你说是金家之好你吗？ 听好，不准再跟他见面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是他治好了你。我没有害羞，也没有躲避你的眼神。要是毫无感觉，你就敢大方的看着我，直视我的眼睛，而且不会脸红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爱上我的。茶龙药师每逢周末晚上9点，优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茶龙药师视频，精彩泰剧尽收眼帘。